从洗衣机得到灵感，发明人设计机器为土豆去皮，可是土豆变软，撞碎脱落，机器故障，状况频发，该如何改进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地蛋脱皮记。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西。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你好华老师，今天您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啊，得派个活给您干。十秒钟的时间您把这土豆削了行吗？十秒您试试看。好，这就是计时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太难了，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哈。你看你还用左手啊。对，我使用左手的人聪明哈。你看这十秒钟虽然我有点快啊，但是你看刚刚削了这么一点啊，肯定削不完，给我三十秒可能都悬。有的时候呢它这个缝啊或者这个孔里边都削不好，还能挖一下。所以今天的这个发明项目呢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手工削土豆难的事儿。所以咱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发明项目究竟是什么呢？发明人宋建龙，发明项目土豆脱皮机。自动外卖破纸机，2块钱一斤，680块钱，够不够啊？这个够了。您好，我能问您一下吗？这些土豆都是您要的是吗？对。您为什么一次就买了这么多箱土豆啊？这是6箱。这个6箱也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我们是学校食堂的，过来采购。学校食堂的采购是吗？张学三中专的。你有多少个学生啊？我们有1400-1500。1400-1500。所以那这些土豆是一顿的量还是？一顿的量，一个单菜。差不多一顿的量就要这么多。那削土豆是不是会比较麻烦呀？就是做一个土豆的菜，削皮是不是很困难啊？对啊，还是有圆形的人工，用削皮刀，然后一个个的把它挂皮包了，然后再切。交谈中，编导得知，在张秋三职专的食堂，土豆几乎是每周都会供应的菜肴。1000多名学生，一盘土豆丝至少消耗150千克土豆。为了这一道菜，10几名厨师围在一起专注处理土豆皮，也需要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耗时又费力，真可谓是一件大工程啊。不仅编导有这样的感叹，从事机械加工行业近20年的发明人也看到这样的需求。他琢磨着也许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为此做点什么。用人太多，然后做了机器啊，就是说代替这个人工，把它皮去掉。那您觉得这个有效果吗？效果肯定有的。多绞出皮怎么了？以后还能用吗？这个洗衣机？洗衣机绞土豆，发明人这一近乎疯狂的举动，效果到底如何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还行。对，这是打掉的还是说磨掉的呀？这可能时间长了挤土豆跟土豆挤掉的吧。那有的是不行的哈。根据这个原理啊，很可以做出一台这个理想的去皮效果好的机器。洗衣机显然不能胜任土豆去皮的任务，但受到启发的发明人很快做出一台真正的机器。土豆去皮机由电机驱动，
还有棱角的底盘转动，带动土豆贴料桶内壁翻滚旋转。料桶内壁的三角形铁皮上还有分布均匀的凹陷小坑，与土豆产生摩擦，伴随着水流的冲洗，土豆皮就被轻松去除了。比那人工去脱皮要快得多了啊。那倒是，就是人工切那么多土豆，像不熟的可能得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才能弄完，这机器三分钟就解决了。我们找那个就是妇女同志在家做饭的人给咱们一点指导的意见，看看这样的情况他们能不能接受，甚至可以跟他们比试比试。我觉得现在这个效率这个速度好得很。认为机器好得很的发明人决定找上村民和机器进行一场比赛，证明机器的效率。平均分好土豆，村民们也陆续到位了。我们现在在南套村的村委会，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们要在这里做一场人机对抗。机器队呢，就是我们宋师傅这边和他的一台机器，然后人工队这边是我们浩浩荡荡的20号人，还有他们的工具。我们的实验目标就是这两盆土豆，各30斤。那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看谁哪一队最先把30斤土豆处理完，把皮儿削干净。还有第二个考核标准就是质量啊，因为土豆嘛，一定要去干净嘛，对不对？好，我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赢过机器队？有。好，人工队看起来这个声势浩荡，而且20号人，你觉得你这台新机器在这儿测试胜算有多大？有信心啊，胜利有信心。这么点土豆啊，比他们快得多。好，那我们各就各位，大家先坐好，等下比赛就开始了。人工队队员个个都是家务好手，使用的也都是自家厨房的熟悉工具。从他们的表情上看，赢得比赛似乎是胜券在握。谁呀？能削的多拿哈，能削的多拿。你要觉得你削的特快，你就多拿几个。哎，看来这大姐还蛮有信心的啊，多拿多拿，能者多劳，能削的多拿啊。今儿我特厉害，就都拿，还挑型儿。哎、拿4个，拿4个啊，拿吧。15千克土豆，平均每人拿到4颗，看来机器得抓紧时间了。人机对抗，现在开始。削吧。大姐，你是用刀是吧？还挺快，但是你这个削的浪费的太多了。这是您从家里带的工具是吗？是。好，那我们来看看宋师傅这边。都冷了。啊。觉得效果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还得再转几分钟吧。啊，对。我们人工队每个人大概3到4个土豆，快的已经在削第2个了。人工队进展过半，发明人开始有点着急，顾不上暂停机器，匆忙开始第二批土豆。我们再来看看人工队的情况。大姐，你削几个了？两点了才了嘞。大姐，我看你用的这个工具好像不是专业刷土豆的，是吗？是。这是什么工具啊？就是勤快勤快。用它削土豆好削吗？不好削。不好削，那你还带来？在家就用这个啊！我看您用的还不错。现在擦干净了。它有什么好处啊？是它现在现在擦呀。啊，那个坑好去是吧？哎，对了，我看你这个土豆这个地方有那个褶是吧？用这个好去吗？不好去，不好去，不太好去啊！啊，行，我们再问问别人啊。您都削完了吗？完了。哎呦，您真快。您这个工具是自己家常用的是吗？所以特别好使啊。啊，那您帮那个他们那边卖，您帮他们削2个，这样咱们人工队这个整体效率就可以高一些，好吧？嗯，削完了，都削完了是吗？
谁手里还有没削的土豆？还有最后一个是吧？啊。随着最后一颗土豆处理完成，人工队结束了比赛。听到人工队结束，发明人也关停了机器，比赛宣布结束，用时3分39秒，时间不相上下，决定结果的就是土豆去皮的质量了。咱们选一个质量最好的，你们说我选哪个？拿这个，拿这个，哪个是削的质量最好的？这个最好啊，这个是削的最好的啊。为什么好啊？您告诉我，石头垮的干净，石头垮的干净啊。那你看到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啊，怕不耽误，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啊，不耽误做饭吃啊，还行。哪个削的不太好？告诉我。这个，这个不好，都认为这个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啊？这停掉去拖不干净，前面去掉，挺脏啊，都挺脏哈。这个就不能做饭吃是吧？不过关。除了用钢丝球这几个有点黑的之外，我们人工队的土豆质量很高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个做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机器的啊。这个是机器削的，大家每个人拿一个来看看怎么样，摸摸手感怎么样。压了，软了啊啊！还有什么毛病啊？全乎吗？完整吗？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们看着，你看，我看，对，哎呀，打掉了是吗？对了，啊，刚才那位大姐还说有点软。哎，她是这样子哈，她就是你们看着那个不大好，不大好啊，糟糕，不大好，不干净，哎，对的，人刮的干净，哎，你看这不干净啊，炒菜的时候咱们也不干净，你看。啊，这坑呢都没去是吗？挂脏，挂脏，啊，就是炒菜不干净，还有沙。经过鉴别，大家一致认为，机器把土豆打软打烂，去皮也不干净，发明人的机器被否定了。比赛失败，让话不多的发明人很是沮丧。一个偶然，似乎让他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哎，您这是干什么呢？怎么拿砂纸称土豆啊？哎，这我突然有种产生想法呀，我想带你去个地方，再看一下，哎，好像效果还不错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走吧，我带去个地方呢，看一下。你有改进之前跟我来吗？我想个地方啊，带你看一下知道了。啊。发明人带编导来到当地一家砂轮厂。哎，老王，我去想一下，把这个砂纸上那个砂呀，想办法贴在这个表面，让它能用得住。哦，对，这砂纸可能怕水吧？对呀，这一怕水它掉，它掉用水，对吧？嗯。想办法把这个砂子粘在这个表面这个桶上面。对呀，你不是经常做这个砂轮这一块吗？你经验比较丰富一些。我是搞砂轮搞多年了。嗯。这个砂子不管怎么固定，我给想办法。发明人和王师傅都不确定设想能否实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开始着手试验。搁这个试哈。啊，那这个试。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那个胶。是什么胶啊？树脂胶。啊，把这个胶抹在钢板上。对。嗯。要涂多厚啊？要涂多厚啊？你再放点那个金刚砂，金刚砂这个力度是比较均匀，所以涂上之后，它这个胶，基本上这个厚度是比较均匀。嗯。这个胶里边有沙子是吗？有沙子。嗯。放沙的意思主要是把这个胶啊，涂匀它。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胶薄薄，要是土没有沙的话，就只能涂薄薄的一层。哎、然后有沙子之后呢，就能让这个胶有点厚度，是吗？对对对。哦，明白了。那您现在就涂匀了吗？可以了。可以了。那下一步就是粘渣子是吧？哎。啊，那我们搁这儿行吗？在这不行，太脏，你得抱。我们给王师傅腾出空间。王师傅子承父业，经营砂轮厂多年，对金刚砂的质地和制作都非常熟悉。只见他动作娴熟利落，三五下便将金刚砂均匀涂抹在铁板上了。不过
金刚砂是否能够粘牢，还要经过烤箱的试炼才知道。这是我的烤箱。哦。放在这里边烤是吗？哎，对。这里温度能达到多高啊？300到600度。300到600度。哇，那么高。哎。那烤多长时间您觉得能行啊？得12个小时吧，一宿。烤一宿。哎、烤一夜、嗯。所以这个能不能成功就明天早上。咱们再见见那个效果吧。哎。行，哎、那我们就烤着吧。哎。嗯。哎、咱明天再来，宋师傅。啊、好嘞，明天过来。哎，好。宋师傅，哎，您这是擦什么呢？我得擦擦里面那个多余的砂呀，让它去掉。啊，这已经是做好的了，是吧？对，这是上次咱去砂石厂看的那桶。啊，已经粘在这个内壁上了。对，处理好了。啊，轮盘上也有了。对，嗯。哎，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咱可以放土豆试一下吧。啊，行，那咱们搁土豆试一下。好。嗯，我看您准备了两种土豆哈，这种是比较大的。哎，对。啊，特别大。然后这种就是咱们那个之前在市场上试的时候，哎，对，那个都给打没了。对，那、你说现在咱两种土豆都放上来、同时试一下。同时可以搅吗？不影响效果。同时可以搅，不影响效果。啊，行，那咱倒进去试试。好。这个呀，这两边，两边加了个扣，开动的时候这盖松掉，开一下机器啊。好，嗯、您看。哎。啊，那个土豆量比较多。是啊。这土豆多，它摩擦力比较大。啊，您觉得这个比上一代是时间快一点还是长点？时间要快一些。上次要4到5分钟吧。现在最多的2到3分钟。2到3分钟就能去完呀、完全可以去掉。那现在呢？去掉了一半了吗？咱看一下。哎，可以吗？可以看一下。可以。这我们大概才开机了10几秒钟。现在才对。这个可以关。可以。好，我们看一下。对。这只开了10几秒，这效果很明显。对。啊。基本上光滑的面已经全都打完了，就剩这个坑的部分还没进行到。这个时间还不到，咱再试一下。那我们再看看那个小的，对，没有，基本上没有太把它伤的特别严重，不会像之前那样都磨没了。对对对，上次那个它去的肉太多嘛。啊，这个还不错哈。那我们继续看看，再开开它清洁的效果怎么样？看一下，哎，好。现在机器特别快。快到一半的时间，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看一下啊。行，那我们拖开进去看看。好，你看这个可以出来。哇，这个方便一些，这个机器可以关了是吧？哎，可以关了。这接料的时候要用个大点的这个料，这个轴。大一点的轴哈。啊，小了它上不了空嘛。看看啊，哎，还不错。哎。基本上你看，这个就去的比较干净。嗯、这个啊，这土豆本身有一个坑。本身它有个坑嘛。嗯，我们找一下有没有那个碰伤的部分。一点点，哎，还好，比我们之前的机器好很多。这个比上次的机器好得多了，没有那个碰伤那一块。那这样吧，我们去那个食堂。对。因为它需求土豆的量比较大。可以可以。对啊，我们把机器带过去，到那儿做一个比试，看看是人工快还是那个机器快，看看是人工效果好还是机器效果好。好的好的。那您咱整理一下，完之后带着机器，咱们一块儿去那个食堂。好的好的好。走，哎。发明人带我们来到章丘市三职专，负责1000多名师生就餐食堂管理的张主任早就布置好比赛场地和参与人员，30位专业厨师，50千克土豆，机器的效果如何还得比一比才见效。每个人面前的土豆数量完全不一样，大家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分的是吗？你只分了4个。削的不够好。啊，那您就是削的最快的是。啊，我还。所以我看1、2、3、4、5、6、7。你这个，您这个是抢手中的抢手队是吗？对对对。所以你们每个人的那个土豆都非常多，你们应该是觉得这些也没问题，比他跟他们拍削3、4个的应该时间差不多，而且比机器来说呢。啊，
我就是说比机器啊，要按照这个来的话的话，不能比这机器长了，我的。啊、嗯，就你们这几个人对抗机器是就绝对没问题，是吗、根本不需要别人。啊，对对。比机器快，不慢。只能比机器快，不可能比机器慢。啊，还有别的吗？这个是绝对的，这是绝对的。哇，就从这一桌上，我就觉得这个为宋师傅感到担心。我们再去看看其他人啊，比较年轻的，我们就是确实是削的少哈，一人就四个啊。老师傅那边都削到七个到八个，我们慢点，我们削的少是吧？还可以。把重任都交给老师傅。嗯，对。那你觉得你们这样的分工之后，对抗机器效果怎么样？没有问题。对，因为你就削四个，完事儿就好了。对。好，这位大姐们也都准备好了是吗？嗯。啊，那等我口令哈，待会儿我说开始，咱们就开始削，不要提前削啊，咱们要把机器赢得心服口服，好吗？来，宋师傅，我看这个人工队啊，这个老师傅新生代啊，分工不同，有难度的数量多的都是老师傅来削，然后年轻一点的呢，削三四个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分配是非常合理的，这样让他们的整体效率不会落后。所以您对您这台机器有没有什么信心啊？还是坚决有信心的。坚决有信心。绝对赢得过他们这个练功队。他们有30人呢。30人也可以赢得过他吧？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啊，第二次改进，我感觉效果很理想的。效果非常理想。对，非常理想。你很有信心是吗？对。好。来。你也准备好了是吗？我们人工队准备好了吗？有没有信心？有。好，我宣布啊，大家都准备好，把刀都准备好，拿好刀，摆好姿势，来，比赛正式开始。哇，真厉害！你们有步骤吗？是，就是一开始就去，还是先去一个大概，然后再抠那个坑？哎，对。先去大概，再抠坑是吧？你也是这个路子吗？啊。我看这土豆皮飞溅啊，这么快已经出来了。我看看那位老师傅。哇，您是能手，你看这土豆皮就一片一片的飞出来。那坑坑洼洼的部分，您准备怎么办呀？没问题。好，那您继续，我们看看宋师傅啊。宋师傅，您把这些土豆分了几次啊？我分了两次。哎呦，我看那土豆您倒的太多了，在里边都堆起来了。我说他少了不可以的，太少了。您是不是一次着急太快了，放了太多了呀？这是没煎好吗？这个地方啊，那您赶紧整理一下。人工队已经削完一两个了，每个人都是啊，您赶快整理一下，修理一下，对，我身上就全都湿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只削四个的原因了，因为你是最慢的。好吧。啊，你不太会弄是吧？我就感觉它那个不太整齐，不是很圆。对，想削啊，不规则，所以很难削。然后您留着这个坑坑洼洼是准备待会儿再用勺子，你弯一下我看看怎么用勺弯。用勺把。对，用勺把。我必须得跟您说，你弄的是最干净的，最仔细的，但是你是最慢的。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机器也还在整理，没弄完，全没有弄完。我来看看大姐们削的啊，哎呦，其实大姐们削的比较仔细，她那个是严格按照那个食堂的要求，几乎全都是土豆的本色，削得非常干净，啊，虽然我们的土豆少，但是我们很精致哈，待会儿大姐再检查一下，按照食堂的要求，我们把这些坑啊什么的都去掉，啊，你是最后一道工，你来负责盆里的抠那个坑是吗？啊，我明白了，那您继续啊，把这些都整理干净，啊。啊，你是用勺尖是吧？用勺子头。对。啊，那边那个大姐是用勺把。你觉得勺尖好使还是勺把好使？我觉得勺尖好使。勺尖好使啊！
这一桌的分工很明细哈，他们就是其他人负责削，然后这个姐姐负责把所有的坑都抠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我们再去看看宋师傅机器修的怎么样了。啊，宋师傅，您这修好了吗？基本上修好了，已经不漏水了哈。您这是第一锅土豆还是第二锅？第二锅吧。您一次又倒这么多土豆啊？对，就是50斤做两次嘛。50斤两次，因为太多了在里面，所以有些东西有些土豆在中间很难倒两边去啊。这个很容易倒两边的，因为土豆这里得旋转嘛，就得翻动。所以您再一下这个就弄完了是吗？啊，对，现在就马上做完了。好，你做完叫我哈，做完一定要喊我啊。来，这边已经结束了是吗？啊，这边结束了吗？这边呢？这边好了没？好，我们人工队新完成了。宋师傅，你这土豆还没出来，算你没结束啊。啊，看一下啊。好，那我们人工队把土豆削好，那个弄好的土豆放在中间，我们待会儿跟机器做出来的土豆做一个比拼，大家看质量上如何，时间上我们略快，略快啊，仅仅是略快。还有这盆儿，哎，这是您削的，哎，搁这儿，大家都围过来，围过来，围过来，都上这儿来，围过来，围过来啊。这个是谁削的？张主任，张主任，先从那个人工队这个土豆上给我们评做一个评价，这个合格吗？这些都合格吗？这个合格。这个是老师傅削的，特别合格。做的比较干净，特别干净。那个呢？这个行，你看该去了就去了啊。啊，没有问题。这个呢？这个稍微的，哎，也是稍微的差一点。稍微差，这谁哪桌？哪桌？不承认哈。这种不行，这个不带沙，不符合卫生要求啊，太着急了，应该再抠抠。这个啊，他的牙眼。牙眼不行哈。对。啊，这个呢，我看这个是削的特。这个。这可以啊，这个的哈，他们那儿分工合作，大家负责削，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抠坑，所以他们这个都特别干净啊。在数量上太狠了，有点浪费了哈，有点浪费食材哈，但是干净哈，先符合卫生了点。我们老师傅削的最多啊，你们最有经验，然后削的最好，效率最高，好，这确实得鼓励一下，非常厉害。然后我们看看宋师傅的。人工队仔细去皮的土豆也没能逃过张主任的法眼，带有牙眼和小坑的土豆被认定为不合格。那么机器的去皮效果能过关吗？先问那个，你看你挺大家，你们都拿，每个人都拿一个，然后仔细看看。你好，每个人都拿。哎，他不是削皮，他是蹭皮。拿着，等会儿拿住了，拿着，蹭磨了，我钻不动了。你看那不行。嗯。我看您拿了两个来对比是吗？嗯，那不行。啊，这是人工削的。还得练功的，机器削掉。哪儿不好啊？你看这练功的。啊，坑都没去掉。嗯。还有呢？还有。你还得把这头上也磨削干净，头上也磨削干净哈，磨削干净。您觉得呢？我觉得还是人工好，人工的好，看着就好哈。嗯，您觉得呢？啊，就是人工的好，它的皮没蹭性，它不是是刀削皮，它是蹭的，啊，不是磨的，哎，它是磨的啊，所以不好。哎，张主任，所有的不好您都得给它指出来。土豆的芽，这个芽都没去掉是吧？啊。哎呦，这坑全都在牙眼的地方，这必须去的，在食材上不允许，加工过程不允许。对卫生要求严格的张主任否定了机器，发明人只好离开。接连两次的失败对发明人的打击非常大，原本就不苟言笑的他显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日常的工作，他的心思全在机器的改进上。经过一段时间，发明人告知编导，他发现一个秘密武器，也许对解决问题有帮助。让你见证一下啊。哎，有点像小石头，但是又是圆的。但是这是用那个沙做的。沙做的。用沙做的。让你见证一下啊。哎。有点像小石头，但是又是圆的。但是这是用那个沙做的，摸起来发涩了。对对对。哎，所以说加这个就
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为了用这个圆球的凸面啊，去解决了土豆上的这个凹的地方。啊，您的想法是，就是这个小球会放到这个土豆这个凹处，也这里边这个磨这个土豆这个地方，对对对对对，哦，啊，在里边土豆旋转的情况下，这个小球啊随着旋转嘛，啊，不定时的把它磨掉。用磨砂球与土豆混合放置，企图用球面解决土豆表面小坑的这一设想，能成功吗？发明人启动了机器。宋师傅，这挺吓人的。咱看一下效果有没有啊？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时间短，然后这个坑的部分是没有改善的，这个还没有。那这个黑黑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这个不可以。这是哪来的？这是小球上掉的吗？这不可以的，因为这个球还不可以用了，因为什么？把里面那个涂的沙呀给打掉了。啊，这个土豆上粘的这个黑的是我们原本的那个鸡缸砂，是吗？对对对。我们能打开这个机器看看里面吗？可以。看这个小球，好像没有像您预计的那样都在中间，小球都躲到这个四壁的这个地方啊，尤其是这个角，你看，小球都躲在这个角里边了。对啊，它没有跟土豆在一起，它好像把这个地方都磨坏了。你看它这个地方都反光了。这不可以用。就是说这个加入小球的这个设计是失败了，是吗？这不可以用了，这个我得考虑一下吧。试验没有成功，发明人再次陷入改进的困扰。这盒换希望布了。这个很好使，洗自己的洗得最干净了。啊，那我看一下。我在干活呢。我看一下。我在干活呢。看一下啊。走了，你干吧，我不干了。摸着洗碗布凹凸排列的质地，发明人似乎得到了启发。他立即联系砂轮厂的王师傅，要求改进机器。第二天，他带着编导前往砂轮厂。做好了没有啊？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这上面就是为了新的以后啊，这个土豆那个凹的地方脱不净嘛。啊，就是它这个凸起的部分，就是用来磨土豆凹进去的那个地方。正常那个土豆在里面旋转的时候啊，它为什么要的这个点多一点呢？嗯，任何一个点，不定哪一个点呢，就可以把这个凹的地方不要磨掉。因为土豆在里边不停的旋转。邝老师，我看我们的发明人呢，把这个机器里边加了一些凸点，但是我在想，这些凸点和削皮它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会提高效率吗？会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儿简单的一个对比。好。上边呢，这是一个平的砂纸。嗯。因为它是用一个圆形的缸，然后里边把它铺满这种细沙，然后起到一个打磨去皮的作用。嗯。然后这个下面呢，您可以看一下，它是凹凸不平的。对，凹凸不平的。对。然后我这里手里有一个不是特别规整的土豆，然后这就是属于削起来的话难度比较大。是啊。对。假如说我们看，如果是平的这个砂纸的这边的话，它在一个圆筒里边滚动，它有几率会碰到这个壁，所以它会逐渐的把它这个皮给削掉。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它这样转一圈蹭一下，再转一圈蹭一下，再转一圈蹭一下，它好像始终你看就这两个点，因为是吧？它这个是比较光滑这个壁，所以它对于凹进去的部分的处理是基本没法做到的。哦，然后它不管怎么碰，它只要是凹进去的地方，它是碰不到的，没有这个几率。但是如果呢，它在这个壁上加起好多这种凸起的点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是这两边被打磨到了，对，这儿没有。但是它如果在里边反复的翻滚，持续一定时间，它就有一定几率会经过它这个凸起的点。那我们可以看，逐渐的中间的就可以照顾到了，可以照顾到了。哦，所以它这个还是比较巧妙的。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土豆嘛，我们没法控制它的这个模样，对，长得比较随意，对吧？那所以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削皮器呢也让它随意一些，这样就可以，哎，这个吻合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是吧？嗯，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发明人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宋叔叔，哎，哎，你已经在装这个磨砂板了是吧？哎，对对对，嗯、就是那定做的磨砂板啊。啊。现在弄好了，装在机器上面。啊，其实正面看不太出来，但是摸得出来哈、啊。手感很。对、嗯。啊，然后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洞洞。哎。啊，那您再装上吧。哎，我装上吧。您觉得装上这个之后效果怎么样？效果绝对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这次是最有信心了，非常有信心的。啊，那咱们待会儿那还有土豆，咱们待会儿装好了之后就拿土豆咱们试验一下，好吧？这个不用试，绝对不用试。那咱们现在直接试试它哈、直接去试。行，那我帮忙。新机器做好了，压抑许久的希望重燃起来，发明人赶往三池砖找到张主任。张主任，这套机器改好了，回家再试一下吧。不行，我没时间。你那个机器我说过了，口感不好，不给你提供机会。你让我进去吧，时间有限，进去试一下吧。你赶快走吧。那我不走了啊。你不走，不走我走。虽然对机器的效果很有信心，但是张主任对口感的质疑却让发明人有点心虚。自从研究机器，还真没从口感上做过试验。如何证明机器去皮的土豆口感好呢？发明人将机器搬回家里，开始准备进行口感实验。实验的目标就是制作薯条。这个土豆我先把四周这个多余的部分去掉。切成一块厚的片儿。一块一块的切成一公分见方。对对，就这么切就可以了。发明人和妻子都没有做过薯条，过程中他们严格按照菜单摸索，切成标准的条，加盐浸泡15分钟，沸水煮3分钟，常温放置冷却后存入冰箱。薯条在冰箱里冰冻了一个晚上，准备工作总算完成了。这就是您做好的是吧？哎，这是做好的。那走吧，咱们去那个西餐厅看看。好的。试试口感怎么样？试一下。好，走吧。发明人和编导来到当地年轻人经营的一家西餐厅。小程老板，这是我们自己在家做的薯条，想在您这儿测试一下这个薯条的口感，跟您自己原来店里面的做一个对比，你看可以吗？可以可以。啊，那我们先放这儿，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好吧？行。哎。同样的油，一样的油温，两种薯条的口感，哪种会更受欢迎呢？来来来，我们先赶紧尝尝，都吃了吗？两种？我觉得这个更香一点，口感软硬上都差不多，就是基本一样，但是这个更香一点，就是有土豆味儿是吗？对，更有土豆的味道，里面那个比较嫩一些，对吧？里面比那个肉嫩，这个吃的里面口感里面就是滑丝，是，是吧？对，我可以说我就是这个土豆去皮的这个东西没把土豆打坏或者是打软，没有，是就是让它的口感有影响，我可以这样得出这个结论吗？可以可以。经过专业人士的肯定，发明人对机器更加有信心了。他致电张主任，希望在食堂证明机器的能力。在编导的帮助下，发明人终于再次得到人机对抗的机会。这一回机器要面对的是40位专业人士组成的人工队，其中还有30位是有比赛经验的师傅。
上一次他就输了，上一次就输了，这次不一定。这次真打了你们。你那天也不发包，也不先发红，你看着来了。不仅对手人数增加，这一次比赛的土豆也增加到100千克，机器队与人工队都要加油了。宋师傅，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人工队，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有没有信心？能不能赢？哇，宋师傅，这个我都害怕了，这个能行吗？绝对没问题啊，比他们要快得多。比他们快得多。质量还要好。质量还要好。好，来，我现在要计时了啊，各位分秒必争啊，准备。开始。哇，你们这桌土豆是最多的，削的是最快的哈。都是专业的。马上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几乎30秒就已经削了6个。我们看看下一桌啊，这边是削了，哎呦，也是非常多，但是质量不是特别好，按照我们的要求，这个坑也要去掉啊。待会儿我们再把自己的土豆再第二次加工一下，好吧？因为这个有坑都不行，大姐，这必须清干净。好，我们再来看看宋师傅那边啊。宋师傅，已经1分钟了，您这边的效果怎么样？第一锅好了。第一锅好了。啊。可是您这打的还不是特别干净。这个先短一些，第二锅然后先长点啊。啊，行。比赛刚刚开始，气氛非常紧张。机器队势单力薄，去皮质量不佳。人工队速度领先，但土豆去皮完成度也不太理想。按照我们食堂张主任的要求，这些都一定要去干净，所以待会儿各位再重新第二次加工一下吧，行吗？行。啊，你觉得呢？你确实这个都没弄干净，对不对？啊，我看您削的有那个坑的地方得去掉。啊，对对对，把这些地方都得去掉。啊，我们得严格，好吧？削的都特别干净了啊，基本上都是合格的土豆。我们这次没有分工是吗？啊，削的非常认真哈，这削的特别干净。这次有什么窍门吗？这次那土豆吧，就是你按照顺序来，按照顺序来，对，把坑坑洼洼的也使劲削掉。啊，就是仔细一点就能削干净。好像这个就是你削的，特别干净哈。再次强调质量要求后，人工队开始花费时间去除土豆表皮的小坑，整体速度开始下降。我们还是分工了，你这边还是在进行第二次的加工是吧？这些不行的你会再去一遍啊。我看我们再看看宋师傅那边啊，这个就是可以的。我看您这次削出来的土豆就比较好了，基本上都没有坑的情况。考虑到质量要求，发明人相应延长了去皮时间，土豆去皮质量升高。我看您衣服上溅的都是那个土豆泥。对，你打它湿的。没关系是吧？对，没关系。您抓紧点时间啊。有些都不合格，这种带坑的不行，我们得再仔细一点。这个食堂给学生吃的必须要认真，这种还带着皮儿的肯定不行，你们再把自己削的检查一遍。人工队草草对土豆小坑的部分进行了二次处理，便宣布完成比赛。此时发明人也关停了机器，两队所用时间相同，大概是5分钟，然后我们人工队已经把所有的土豆都弄好了，您的搁在旁边，搁在旁边，您都拿过来。到底哪队能赢得比赛呢？
质量说了算。看回来的，怎么好了？好了啊，干净也比较漂亮。又干净，嗯啊，您觉得呢？挺均匀的，挺均匀的，没有别的啊。您觉得呢？挺好的，挺好的啊。这个比你们人工削的对比起来怎么样？要好，要好。为什么？它可没有坑坑洼洼的，你看削的皮也没有啊，干净，也干净啊，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您觉得呢？还有别的想法吗？您觉得？我觉得光滑。光滑啊啊！手感好。手感好，那个软硬程度呢？可以捏一个人工的对比一下，看怎么样？嗯，还行。还行吧。啊，相差无几。那最大的优势你们觉得是什么？就是机器削出来土豆最好的地方是什么？不浪费。不浪费。啊，节啊，没有。节约。就没有削的那么狠，因为人海像莱姆瘦的这么狠，没有像人把皮去了啊啊，削的肉都削去了。你们没觉得它快吗？快啊快啊快啊！是不是最大的优势是快？快对快啊！那你们40个人削这么多，人机器5分钟就削了这么多。哎，省人工啊！省人工，省时啊！这个是最大的优势，效率高。效率高。我问问张主任，先评价人工队的怎么样削的？还可以。还可以。100分为满分，打多少分？打90分吧。90分，为什么没给满分呀？有的个别的地方还没消掉。个别的地方没消掉。这盆呢？这个也是啊。有个别的牙龈还是存在。牙龈还是虽然没发芽，但是没消掉。应该再去的更狠一点哈。对对对。这盆呢？这盆看起来怎么样？这盆还可以啊。这盆多少分？这个。95分吧。95，这个是最已经最接近标准了。对对。这个已经可以吃了吗？对，可以可以。这个已经可以做饭了是吧？对对。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盘机器的削出来的土豆吧。不错。不错。啊。100分为满分，你打多少分？也95分吧。也是95，基本上已经可以直接做菜了。啊对对对。啊，尤其是它这个软硬程度，你觉得怎么？因为上次有磕软的情况。这个您现在应该看不出来了。应该不影响，不太影响口感了，是吗？不影响了啊。啊。这个软硬还可以。这个是合乎标准的。张主任给了机器95分，另外的5分，他希望从成品菜肴上来鉴别。这是炒什么菜呀？炒土豆丝吗？炒土豆丝，放青椒跟红辣椒，还有香菜。对。啊。我们那就炒了，咱就炒下去了。行，那我端这个人工的，您端这个机器的，咱们就炒菜，好吧？大师傅手艺了得，切丝、爆炒、添加佐料，两份土豆丝一样的程序。很快，菜备好了。正在用餐的学生们成为了我们比赛结果的决定因素。一个是机器去的土豆皮儿，一个是人工削的土豆皮儿，大家尝尝这土豆丝有没有区别啊？这个热一点，这个凉一点。啊，这个热点，这个凉点，土豆的味道有区别吗？好像没啥有。没有差别哈。我有两盘土豆丝，大家尝尝有没有区别？两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真话哈。真话。哪个都好吃是吧？没有差别，跟平常吃的一样吗？一样。好。差不多。啊，都是土豆丝。吃不出来差别，土豆跟你平常吃的一样吗？好吃吗？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没问题，再吃一口。这位男同学觉得有差别吗？比以前好吃。啊？比上次好吃。比以前的吃的土豆丝好吃。啊。怎么样啊？好吃。这两个有差别吗？没有。没有差别。没尝出来，跟平常吃的土豆丝一样吗？反正比这个好。反正比原来自己图那个食堂的好吃是吗？我们这是小灶烤的。经过小食客的品鉴，宋师傅的机器终于赢得了认可。发明人宋宪龙发明的土豆去皮机，采用含凸点的金刚砂内壁设计，应对土豆皮甚至是土豆表面凹陷的小坑也有效果，对土豆烹饪口感没有任何影响。
一台机器可以替代40名人工去皮的速度，效率非常高。这个土豆皮儿去除机想法还是比较巧妙的，但也有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应该针对不同生产量的需求，在体积上、功率上做出大中小一系列的型号，更有针对性。磨削土豆皮儿用的金刚砂也可以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季节的土豆细分，比如表皮光滑的当年产的土豆可以使用细一些的金刚砂。另外发明人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机子是否可以用到土豆以外其他需要去皮儿的食物上头，红薯、山药、胡萝卜甚至是茄子，如果改进一下也能够去除，那它的使用范围就更大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感谢华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我们下期再见。新想法、新创意、新革命、新机器，它是机器中的战斗机，它是改革创新的新方向，因为它指导生活革命。面对挑战，它无所畏惧，迎难而上；面对困难，它游刃有余，巧解难题。这就是它，凝聚着创新、传统、工艺于一体的新机器。敬请收看《我爱发明》，上交快手。